话没有，现在是好方便联络的。不好方便联络，等一下啦，等一下啦，我看一下啦，你不要紧张啦。我没有犯错，你不要抢，我会还你。现行公园常有多名男子搭讪往来的落单年轻女子，引发不少女性恐慌。此类搭讪经常多数为酒店公关从业人员。接警队经连日来勤务查查，已进一步掌握相关酒店业者背景。考量到暑假期间不少青少年会利用空档兼职打工，酒店公关于捷运站外揽客征才，可能影响青少年身心健康。时值暑假青春专案期间，啊，接警队遂结合辖区中山分局共同执行扩大联检勤务，针对相关业者予以告诫约制，强力防堵类似行为再度发生。接警队将持续加强中山现行公园周遭热点守望巡逻勤务，同时协警站路保全人员共同留意巡视，维护站体安全秩序，亦提醒民众对于陌生人的搭讪要小心留意，不要随意留下个人资料或跟不认识的人前往陌生的地方，遇到纠缠或骚扰事件，可高声呼喊吸引站务人员或其他旅客的注意，或拨打108电话，警方将立即到场协助。